当天早上睡不醒，不辣眼睛怎么行？日前《家有儿女》初长成剧组曝光了百变张一山的女装造型。只见这位金刚萝莉上身深 V 木耳边紧身衣，下身嗲嗲的粉红蓬蓬裙，露出一双肌肉结实的腿，这腿毛是不是该刮一下？没想到啊，刘星长大后竟然从熊孩子变成了女汉子，这位少女的装扮你们打几分呢？剧照中还有大美女张一山，看见美女表情花痴，而最尴尬的就是在最糗的时候遇见女神，有种兄弟情叫做同甘共苦。鼠标张艺文时隔12年再与张一山合作，从剧照看，两人不仅身着秋衣秋裤抱团取暖，还双双穿起李小龙招牌服装大玩双截棍，光看剧照已是效果非常，让人对家有儿女初长成爆笑剧情十分期待。哎呀，老妈一个我一个，老爸一个我一个，小雪一个我一个，杨宇一个我一个。嘿，合着这么一盘子肉饼，我们一人就一个，剩下全让你吃了。你倒是真不傻呀，你啊。